弟妹，哎，休息吧，自己来吧啊。啊，苏哥，你跟大伙啊做几碗炸酱面，给他多放点辣椒。哎，好。老陆，你有话就直说。啊，其实我还是同意安部长刚才说的，因为目前对僧牢地区的地质结构还不是十分熟悉，因为地下的情况太复杂了。一说地下的情况就说复杂，一说油的产量就说不稳定，我怎么就不爱听呢？老陆，你现在话怎么这么说？啊，当初你的豪言壮语都跑哪儿去了？余部长，打一口井可需要几百万呢，钱从哪儿来啊？我们把成千上万的兵马都铺上去，万一有个闪失，这个责任我们可担当不起啊。可不打井的日子就更难过。你们一个是地质专家，一个是副部长，现在既然理论上都认定了的事情，就必须站在我这边。这盘棋我是主将，你们这些车马炮就时时刻刻的不许有二话，就更应该跟我一起上。我同意于部长的看法。从现在看，松三井出油量一直很稳定，普一井也发现了油砂，而且陆总和地质部也都认定了松辽盆地不是川中的裂缝结构。既然是打仗，就应该做好牺牲的准备，没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就不可能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蛮干，要做好决战前充分的思想准备，石油部的领导要统一思想。我认为啊，在松辽打一场石油会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老陆，你先说。啊，松基三号井这两个月出油量确实很稳定，但从这点上看，可以判断出它跟川中的地质结构有所不同。但是部长你别急啊，就是说目前打这么大的石油会战我们没有干过，而且国外也没有这种先例。你说你什么意见吧，你同意不同意？我是搞石油勘探的，对石油的开发和组织我没有发言权。不，但是部长，你如果让我表态的话，我不反对。你看，你看，你看，你的黏糊劲儿又来了。你们呢？你们说说看。鉴于目前我们国家对石油的急需，啊，是空前的急需，我认为我们搞这次石油会战是应该的，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川中石油会战的这个经验可以采纳呀。对，要想早日拿下大油田，必须会战。老刘，你呢？我反对。理由？很简单，松辽的前景到底怎样不好说，我们可不能再像四川似的，新油田没找到，老油田生产也给耽误了。没，人手不够，我们可以再招工啊。那更不可取。老安呐，开发油田可不是农民挖沟啊，不光要靠技术，更要靠组织纪律。咱们这么个做法是不是忒冒险了啊？这个干与不干啊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只要是干了，就比不干要强100倍。既然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同意扩大会战规模的举手。4-1，决议通过。老刘，你可以保留意见。哎，不不不，我虽然反对扩大规模，但既然是集体决定，我还是坚决执行。好，那就骑马跨刀，准备战斗。乔局长，局长，报告您个好消息。报告局长，这个月我们105又破纪录了。是吗？多少？是多少？5217.46米。啊，对，5217.46米。哎，局长，探马猴子的120
又被我给甩到身后了。哎，今年的全国冠军肯定还是咱玉门的。那优势率是多少？是多少？我来保稿，你非要保稿又记不住。好好好，你来，报告乔局长，是85.72。啊，哎呦，不错呀！啊，这样，我现在去北京啊。奉陪于部长，我给你们120请。谢谢乔局长。哎，局长，你要去北京？对呀、啊，去北京参加全石油系统的干部大会啊。哎，那个，是不是那个啊？王静贤啊，比猴还精啊！具体开什么会呢？我真不知道。我想啊，大概是……哎呀，刘部长的做法我很熟悉。大战之前呢、啊，哎，必须是统一思想。哎，局长，那如果真要再动会干起来，你无论如何得125去啊！你上次会上次……对，我记着。你记住，我们是5217.46。局长，5217.46米，乔局长。哎，赶紧回队里，告诉全体队员，最好去东北的准备。这就做准备，能是真的吗？他当然是真的了，我都闻见油味了。咱是谁呀、啊？120。快去，快走。那这个长垣呢？长有1000余公里，宽数十公里。像一个大鱼盘似的横卧在整个松老盆地，其中已经出油的太平屯、高台子、葡萄花都在其中。经过一个多月的推证研究分析，我们认为大会战的前提就是要证明整个像鱼盘子似的这个长垣构造是个储油构造，因此我们设计了56口井，希望能够尽早打出来解剖整个构造。这批井直接影响到下一步的布局问题，这个方案是科学的。难道这个大鱼盘子下边都是储油层？这个只有试了才知道，所以我们设计了56口井，就是想了解整个人面。余部长，我提议咱们说干就干，再从各局调10支警队过来，用3个月的时间拿下这56口井。为会战提供布局依据。你们都是专家，计划和规划肯定要听你们的，部里面坚决支持。现在要全力以赴为在东北找到大油田提前做好准备。我们要有雄心，要找到油田，一定要找到大油田。同志们，东北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就该统一思想，所以我今天就想听听大家的。我今天只带来了耳朵听大家的意见，我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我知道很多同志对我有意见，那好啊，那就不要憋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枪有炮都可以放。好，同志们可以发言了。我来说说。新疆局的王书记，好，你先说。有人说余部长上任之后那干的真是雷厉风行，新官上任3把火，这个可以理解。你想上任之后抱个大金娃娃向毛主席报喜，这个也能理解。可是你理解我们下边吗？好端端的一个新疆石油局，这才像模像样了几天呢，你倒好，搞个川中会战，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你大部长一声令下，我们的大队人马就千里迢迢的跑到天府之国去了。精兵强将都被你抽走了，家里剩下的全是些个老弱病残。我每天抓了毒山子炼油厂，还得抓克拉玛依，顾头又顾尾，结果什么也没顾上。看看人家兄弟单位风风光光，那喜报是一个接着一个，可我们呢，
什么也没捞上。王书记，别说了。凭什么不说？我怕什么呀？是于部长让说的吗？我和于部长都是老红军，论参加革命的资格也不相上下。新疆局怎么了？我们新疆局的队伍首先姓新疆，其次才姓石油。你说完了吗？没呢。现在听说部里又要搞会战，我就说一点，这次我们新疆局再也不做傻事了。要支援也得先等我们新疆局把指标跃进一回了，扬眉吐气了再说，否则的话坚决不行。不行。好啊，新疆局的王书记是对我放了一炮。好，很好。下面还有谁要放啊？啊，接着说。那我就说说吧。啊，是青海局的杨局长。好，你说。部里的工作我们应该支持，但是我希望以后石油部干什么事儿，先考虑考虑我们青海这个穷局。我们青海局要底子没底子，要什么没什么，你们部领导有难处了就找我们要人要物，我们有难处了又找谁去呢？你们不能总从我们这儿白捞好处吧。你们新疆局和青海局的人脑筋有问题吧？我看你们纯粹是本位主义。你们打出油了是不是？啊？被克勒玛依之歌唱得神魂颠倒了吧？别忘了，你们的成绩是全国人民支援的结果。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啊？柴达木是你们自己加的？克勒玛依是你们自己下的崽儿？我看你们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来说两句啊。我觉得那部里的决定呢没有错。中国的石油本来底子就这么薄，不靠集中兵力作战靠什么？哦，都跟你们那样是吧？找到一片油田就变成自己的独立地盘，那不成了山大王了吗？那中国石油怎么搞啊？石油什么都不信，他就信中国。好，说得好。毛主席早就说过，搞社会主义就得有全局观念。我看于部长和党组的方向是对的，行动措施也没错。国家这么缺油，你们一个克拉玛依，一个柴达木油田就能够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吗？全国人民是不是都该给你们供香火哟？我说两句。去年的川中会战搞砸了，没有打出油来吗？你们说没有错，那也是错。这不能怪部里的领导，要怪呢，就怪四川局。地质情况没有搞清楚，凭着几口井喷油就到处吹是找到了大油田了，啊，整得我们石油系统的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啊，都跟着在毛主席面前丢丑。我看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四川局，首先是部领导的决策有问题。搞什么会战嘛，把各局的人马都拉上去了，结果什么也没搞出来，现在被动了吧。哦，你不当部长说话轻飘飘的啊，就说你们青海局和新疆局干的什么好事吧，是不是？哦，拿着好端端的国家无缝钢管就往那土炉子里面一扔，哎，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吗？啊，石油部眼下不团结，我看是因为四川局没搞出油来。
现在又搞松辽会战，谁还敢去？四川局的来了没有啊？也站出来说说话嘛。好，见憨好字憨到我们四川局的头上，那我就说一声，由于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拖累了各兄弟局的后腿，让大家都跟着我们四川局倒霉。在这儿干来，我向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好啊，还有什么炮接着放，越凶越好。哎，这些个人怎么搞的，想开咱们石油部的批判会啊？就是啊，这不成了鸿门宴了吗？这王书记也太厉害了吧。哼，不是老红军就是老八路，他们身上谁没几个枪子穿过的孔啊？他们怕过谁啊？何宇啊，你倒是说话呀，就看着让他们这么放任下去啊？我就是想让大家说个痛，气都发出来。是，发挥元气也好。这个会不能这么开下去。怎么不行？我看就挺好。如果每个局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们怎么集中兵力搞大会战啊？大家既然要长期在一起搞石油，就得让人家把话都说出来。我看好得很嘛，连同我们过去做的对的跟不对的地方都把它摆在桌面上来说，那个痛快。吃饭吃。还有哪位同志要发言吗？那好，我们现在请余秋里部长讲话。都没有。好，那就不要鼓掌了，要来的掌声也不是诚心的，也不是发自内心啊。好，那我现在开始讲话。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开的收获不小，我现在代表石油部党组来讲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的同志们要有大局观，要看主流。我们的大局是什么呢？我们的大局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毛主席说了，新中国不能因为帝国主义卡我们的脖子就不搞了。我们是共产党人呢，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大局。所以我们不能老想着自己的小天地，自己的小单位，算自己的小账啊，有了几个小油田就躺在上面睡大觉干等，能行吗？国家建设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要想发展国家就得有油。如果我们连这个大局都认不清的话，还算什么石油人呢？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讲，现在我们的产油量少得可怜了，中央又要求我们高速度出大油，怎么办？我们到毛主席那儿哭穷去，是我去啊还是你们去啊？想实现高速度又不搞协作，各自为战，我看毛主席不会答应，全国人民都不会答应。松辽勘探已经发现了大油田，我们就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部集中在那儿搞大协作，最大限度挖掘潜力，这样才能完成大任务，去争取石油事业的最大的贡献。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军人出身，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中，
哪一个是各自为战打赢的？哪一个不是各方面军民协作的结果？你们觉得这样的大协作有意义吗？去一举拿下中国的八库，这样不值得吗？你们要是同意我的话，就请举手。好，谢谢大家。沈林同志来了吗？来了，请站起来。好啊，前几天大家批评我在川中会战盲目冒进，没有听取沈林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造成了我们的工作失败，致使很多同志感情上受到挫折。在此我向大家保证，这样的错误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在这里我接受大家的批评，我当着与会所有代表的面，我向沈林同志道歉。同志们，我们国家的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毛主席、周总理，包括我们的老帅，都告诉我，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全中国在看着我们，全世界在看着我们，我身上的担子不轻了，你们身上的担子也很重。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需要共同来担起这个担子。我余秋里一个脑袋不行，但是你们在座的这么多的脑袋，我相信要是加在一起，就会是个大脑袋，就会有大智慧。我就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就找不出大油田来。宋辽会战，我希望各单位一定要精诚团结，下决心背水一战，一定要拿下这个大油田，彻底摆脱我们国家石油落后的局面。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报喜。在此我拜托各位了。大年呐，哎，你个武山把子，杨局长啊，咱逮啥好吃了啦？哎，看看吧，粮食。嘿，九大一小的够谁吃啊？哎，你别看它少啊，这可管用。哎，局长，我们队来信了。收队了。没信，终于来信了啊！信了，来吧来吧，信了。哎，看信看信。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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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领大头，三个子，哎，八腿，我的，来，队长，小哥，小哥，我的，斗右，斗右，斗右，哎，斗右，哎，掉了肩上，石棍，石棍，石棍，来来来来来来来，小母，小母，掉了肩上，给给给给，哎，你俩，哎呦，哎，哎，我妈给我来信，都陪陪，怎么了，五傻把子？没你的心呐，一个字儿都没。你说这娘们儿，你不会歇气，你找人带啊？我跟你说啊，这肯定是你的毛病啊！你没给人写信，人家凭什么给你回信呢？局长，我不是忙吗？行了，你别解释了。命令你啊，给家里写封信。大哥子，你监督他。是杨局长。走，我让大念带我去。哟，大念，大念，啊，嘿。你看他嘴咧了跟瓢样了，谁来的信呢？孩子是谁呀？我媳妇玉秀呗。哎，咱幺五二八还是老规矩啊，家信公开，好事儿大家一块分享。你公开啥来的？大哥，哎，挺好挺好，我最最想念的大年。
还有，首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身上，人家这，我身上有身孕了啊！哎呀，达念，乖乖，你小子要当爹了，中，真中！行，我媳妇怀孕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啊。后面的，我说你就别念了。哎，指导员，新给你可以，你得答应我们大伙一个条件，好不好？行，你说。等儿子生出来，得管咱们队的所有人叫爹。对。哎，好，我儿子是大伙的啊，除了我媳妇玉秀，凡是我万大年的，大伙全都有份儿。哎，有儿子喽，哎，当爹了啊！杨局长啊，你光带了心，还有啥好事啊？啊，你过来。这普希井的情况怎么样啊？嘿，那好了很，才达到2000米，都穿了3-4个油层。我敢打包票，他不用石油，他的储量都叫超过冲击三。现在啊，又上来了10个警队，这松辽的情况那是越弄越大了。哎，杨局长，咱这儿情况那么好，这上面怎么一点动静啊？你个五杀把子，啥叫没动静啊？那是你的想法。我问你，知道什么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吗？啊，那是风雨，连风都没有，那是什么？那就是山洪，明白了吗？山洪，走。山洪，站住了啊！再见，杨局长，再见。部长，啊，喝点水。徐琴啊。我发觉这个大同镇不大，但是你这个指挥部弄得不错。嘿嘿，我这也是矮子里边拔将军。说实话，在这个小镇子里边弄这么一个房子当指挥部，那是相当不错了。条件以后会好的。我在哈尔滨碰到了欧阳书记，他答应啊要修一条从安达到这儿的路。那太好了，现在最让我们头疼的就是交通问题。现在大定情况怎么样？是这样，新来的警队啊全都铺开了，普一警也出游了，应该讲情况很好。现在地质部还有苏联专家对大清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那好啊，那咱们就弄得个大的，抡足了力气把松辽盆地啊给他折腾个底儿朝天。哎，现在武山堡在当哪口井啊？普希井。走到他那去看看去。好，行，走。部长，那你们去，我再张罗一下。好，走进去。哎，部长，这回您一来，这会战是不是马上就开始了？谁说的？你决定的？你决定怎么不也不告诉我一声？啊？军旗啊，我们必须把地下的情况吃准吃透啊，做出决定。所以说，新开发的这批井很关键。部长，我敢保证，松辽肯定有油。我当然知道松辽有油，但是油井往哪儿打？会战格局怎么布？你让所有的参战队伍像熊瞎子一样到处乱摸。军旗，我们呢是打大油田的，要讲究战略战术，不能有游击队的作风。你是侦察部队，等你把地下情况摸清摸透，我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上来了。哎呀，于部长来了，于部长！哎呀，欢迎！来，于部长，兄长，没事。握个手。哎，你看大冷天呀，我要亲自来。走，真不好意思。看看，哎，老板们，你可千万别碰着铁器，会沾到一层皮的。来，赶紧把手套戴上。咱们队里有同志被沾下来皮过吗？哎，那可多了，干活的时候不小心那是难免的。俺指导员的时候都能掉好几寸了。我看看，哎，这有啥好看的？我是老把式，还出这种事儿，我都觉得丢人。我也是南方人呐，我不知道北大荒冻老虎的厉害，但是一定要注意，要小心。是，现在会战队伍都还没上来呢，你们可是主力军呢。是，杨军旗，到，想办法给所有参加会战的同志一人弄一副手套。好的，记住了啊，明白。走，上去看看。枪毙我！小心啊！枪毙我！同志们，
辛苦了，站好，都不冷啊。吃完了。哎呀，沈琳达，哎，你说这普奇井是不是一口重量级的油井啊？余部长，在2000多米的掘进过程当中，一共发现了4处含油层，原油的气味都特别纯烈，估计是诞生了个大家伙。哎，你给我大胆预测一下，这个松腰盆地总储量是多少？余部长，那我现在说的可不能算是那个正式报告。放心，大胆地说，我估计有15亿吨。15亿吨，应该能有这个数。那也就是说，是15个克拉玛依啊！那真是一个世界级的特大油田呐！余部长，我们不是一直想找中国的巴库吗？啊，我相信啊，这一回我们应该是找到了。沈琳达，我给你打一个赌，别说是15亿吨了，哪怕是这个数的1/3，我都把你的爱人从成都调到这儿来。余部长，那我可是真希望你输啊。我也希望自己输啊，真希望是一个特大级的油田呐。沈琳达，你去想象一下，在这一片荒原上要竖起300个、500个井架子，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啊。陆总找您。好，你就好好想想吧。走。没事。哎，韩峰，你来了啊！这是我们刚刚绘制好的大庆长远地质构造图，怕你们急用，就赶紧送过来了。太好了，我确实等着急用。哦，哎，你还没吃饭吧？全是西北风啊！哎，小张，哎，赶快去做一锅面。好嘞，好嘞，多放点猪油啊！好。来，这是我们用1:10,000的比例式绘制的北边的这片开阔的区域。根据最新的地震资料显示，北边的储油构造比南面的要丰富得多呀。北边这么广阔的地域，几百平方公里还没有布过一个钻井，看来侦察方向得调整了呀。北面的比南面的要有希望的多呀。韩风，如果这张图上显示的含油构造果真有油的话，那松辽的储油量就远比我们预先估计的还要大得多。对，这玩意儿看上去怎么像个王八盖子啊？部长，北面这么密集的波纹型曲线，地下的地质构造跟南部相比确实差别很大。从图上看，北面确实蕴藏有更大的储油区域。那这么看来，这王八盖底下真藏个大家伙。如果单单从这张图来看的话，越往北面油层越丰厚。这个高性高吗？非常高，可以说是目前侦察地下情况最先进的手段了。部长，你看，除去南部构造我们不谈，北面杏树岗、萨尔图、喇嘛店这3个高点合适的轮廓和高点是十分吻合的，这十分说明问题。你让我好好想想。看来这事儿有点大了。部长，沈琳建议啊，重新调整这些布景方案。如果这王八盖底下真藏着个大油田的话，对我们国家来说，那真是福音呢。部长，您看，在萨尔图构造上正好有一条滨州大铁路贯穿，那
如果萨尔图构造确实有富油层的话，那可好，从油田的开发建设一直到石油外运，那好处太多了。这一点很重要，周总理为了能把从几千公里外的玉门和克拉玛依的原油运到内地和沿海地区，真是煞费苦心呢，代价太高了，那高的简直都吓人呢，操心操了不少。如果咱们在大庆真是开发出了大油田，那就等于是在国家的建设工地旁边盖了一个大的油库，你想什么时候用你打开阀门放就知道。说的对，哎，那我都说说啊，这个大王八盖子咱们从哪儿下手？这个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应该是从它的边界开始往里边推。沈林，哎，你说说。哎，我还真没想好该从哪儿下口，肉太大，我现在怕我们没那么大的锅装不下这么大一块肉啊。哎，咱就从王八盖的中间一锤子给他挡开。我就是瞎说，也没什么依据。不不不不不，你说的对啊。我看呐，要挡不挡一锤子，要挡就连挡三锤子，啊？好啊，好啊。大家都说说吧，油层的富油区到底在哪？最近部里的同志经常问我，为什么会战迟迟不见动静？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我在为石油会战选一个主攻方向，这个计划不出来，我们就没法做决策，否则又会犯四川的错误。现在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北边的构造更有潜力，我看我们可以把勘探的方向调整一下，把警队从葡萄化地区抽调出来，在萨尔图、杏树港和喇叭店各自打上一口井，火力侦察一下，彻底把这个王八盖给他揭开。哎呀，可是这三个点的距离相距太远了，最近的70公里，最远的要150公里，他们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储油构造，这种设想真是太大胆了。那么如果他们的含油深度在一个层面呢，这不就连成一片了吗？如果是那样，那我先疯了。我看呢，先不要讨论，大家都表态啊，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沈林呢？哎，上次在四川我没有听你的意见，结果失败了，今天我给你一个一票否决权。余部长，这回我是100个赞成您。同志们，我们钱少啊，那么我们就先吃肥肉，骨头呢留到以后有条件的时候我们再啃，反正它在我们的锅里嘛，我们现在干的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部长，您布置任务吧。好。沈林，哎，我把这三口井的设计工作就交给你了，一秒钟也不要耽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拿下来。没问题。对了，沈林，只要你把警卫确定下来，我第一时间就把钻井队给你派上去。没问题。二号、三号仪器都带了吗？都带，先生。小心那六分仪。这个家伙。好嘞。好嘞。李林。哎，局长，来，把这个带上，碰到狼好防身。局长，你放心吧，半个月之内，我保证把三个警卫拿下来。
走吧。哎，好，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啊！好了，保持联系啊！好嘞。这些岩芯可都是宝贝啊！嗯，宋辽地下有什么，全靠这些上亿年的石头说话了。对，但这也是一对矛盾体。如果要全取岩芯，就保证不了速度；如果说要保证速度，那就不能取得全地质资料。那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把岩芯呐、探井分为三类啊，三类。第一呢，不取岩芯，把井打到含油层。以产油为主。第二类，全取岩芯，计算数据，掌握地下的地质结构。第三，在构造的边缘呢，打井，这样分层试油，界定油田分界。我说部长，你这真是一个好的方法，取三种井的资料互相对比论证，比一口井的资料丰富很多。我马上就找人重新布置勘探方案。好，你忙你的。好，好主意。